妞儿本身我是 S 号，穿起来舒服，然后舒适，没有任何的贴身贴臀。我今天是穿深色的内着，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不太透，而且呢你看它就是这样子很凉，你要蹲你要坐通通都 OK。 好，这皮带是送给你，而且我觉得这色皮带配的蛮漂亮的，它是做这种咖啡色调的，所以即便是你自己有一些品牌的黑色啊咖啡色的皮带你都可以自己用。我的肚围拉开大概是这样。好，然后后面呢是做整个全松紧的，所以呢前面看起来非常的典雅，后面是漂亮的松紧带，让大家穿搭下去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身高161，大家可以看一下，穿平底拖鞋也非常非常的显瘦，黑色的部分你看完全显瘦，显瘦真的很瘦。然后据其实有介绍过，它这边也是比较宽的女生，它后面这边啊 M 号女生穿起来这边空间感还是很足够。我觉得它这个咖啡色很有那种温柔的气质感，就算它颜色比那个 GG 刚穿那个黑色还要浅，但是还是完全不显胖，然后也是很好看。它这边真的是宽度做得非常恰到好处，然后完全不会觉得浅色会不会显得蓬蓬胖胖的，不会。像它这个料子就是这样凉凉的松松的，然后非常的好穿。